要出哪一间给你挑，今天带我们去吃哪一间？有鸡腿便当，有鸡腿便当。要注意看车子，杂牌无晚餐，还是玉珍心，还是早午餐？好几间，三间。鸡腿便当是一间吗？这两间都有鸡腿啊。这有面啊、粿啊。这间。好。哪一间？这间。这间。唔过看开。你感觉？你吃对劲呢？你用吃对劲？无，给你劲。看对劲人较济。好，一间人较济哦。好，一间。好。你好，礼拜二没货了。两个，两个鸡腿这里吃。没有鸡腿啊。没有鸡腿啊。那你就礼拜一帮我送两件就好了。那就。他就说你明天送一件，礼拜一送一件。没有鸡腿，我们要吃，就隔壁的。就隔壁的。坚持要鸡腿。铁盘呢？鸡腿两个，还两个，这边吃。这边的那个铁盘的哦，一碗多少？鱿鱼羹啊？没有吗？没有鱿鱼羹的。你哪里看到有鱿鱼羹？那个是隔壁的，外面哦。没有卖了。好，同款。大肠猪血。大肠猪血，唔得爱的。我也要。你买这无？再来看到是这四大金黄鱼。土坤便当配菜是大天王，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
应该是辣椒啊。加比公爱五。清晨安来。铁盘，出来好像在当兵，好像在当兵。哎，菜色不一样哎。哎，哦哟，也差不多了。哦，番茄炒蛋好，80块。咬到掉出来，哦，割割割割，这也是像在做兵的，台北某大楼。好，谢谢。我也要。有感谢。大肠出血。或者是针对这些的进行呢来做回应的话呢。
好，类似消息真的相当多，当然每一项的问题都是会告诉大家答案。不过呢，每次都是这样子，应该是让大家很心情平稳，还是希望一切平安顺利，才能够好过年也过好年。而过年期间呢，指挥官陈时中当然还是得继续来守着疫情。不过他也说了，宁愿在当天呢，因为怕自己忙工作太晚，太太会不高兴，所以索性呢不外面吃了，直接待在家。而且预计会安排几个。农历春节即将到来，大多都是除夕夜吃团圆饭的日子。所有一起和东西四号召开记者会，外界也相当好奇，具体指挥官陈时中除夕打算怎么过？自己怎么过？嗯，就是让别人来吃，做完了，我才能去做不高兴。随着烟火回忆，让台上官员和现场媒体哈哈大笑。不过李彩莲最近一年的局状况不错，即将早回家。但一到家就接到电话，手机现在疑神疑鬼，就怕早走出了状况。那你也很怕接到那电话吗？你的家也是我也弄得打乱了，但是过年期间就照顾这些信息啊，把时间安排不要被打乱。在今天节会有提交通知，指挥中心考量疫情每天实时变化，真是难大意。阿中市长也安排了几个考察时程，用来为国人健康把关。那没有安排是什么理由的？我真的可能会采取一个考察的行程，可能是医院呢，或者是提供检疫所，这些做防疫相关的一些好相关的。想要过个好年，但是没那么容易，就怕疫情烧不停。趁期间，成都哪都不能去，随便学习应变，希望没有突发状况，就是他最大的新年新希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也有外送员送餐爆发冲突，就是一名外送员因为赶送餐，被觉得前车太慢就按喇叭催促，没想到对方不满，双方就在马路中央打成一团，警方赶到将双方都逮捕。外送员骑车送餐，机车龙头突然左摇右晃，因为前方是名男子气冲冲的挡在路中央，一时没有拿通过，双方吵了起来，直接成肢体冲突。外送员气不过，拉着他大声理论，对方也出拳反击。最后把人扑倒在地。就按照这边，白色的就把他挡，把外送员这里挡起来，然后外送员就下来，那挡着那个年轻人，就打起来。天王，好，茄子、青椒、苦瓜最爱吃。青椒、茄子、苦瓜，我想爱这个。在一起的几率有多高，根本是配菜界的四大天王。文章一出，将近2万网友也来暗赞朝圣。
暗战逃生。对啊。见人见智，但是这四大天王菜色摆在一起，也让许多人想起了童年谈桌上的噩梦。记者想请问台北市报道。讲起下列，你讲的拢是我上爱食，茄子、苦瓜、青椒、芹菜。而且看到是豪宅、装潢店、大烟水，都是加起鲜泡汤，乌鱼翅炸，看完。Yeah.